Ну что вы, ребята, я же песню пел! Хорошую песню про солдат! Они же здесь 100 лет назад погибли! За вас же погибли, елки зеленые! И дед мой там был, да? И его ранили тут! Но они же слов не знали, а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ноты!哎呀，你不给我说清楚，我这工作的吧？你赶紧拿走，都快点！走走走，靠！我这儿我有认识人，你先去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别车子，我这有马呢，有马呢，快点！哎，石伯伯，我也行，我骑两匹，给你骑这个，啊，会骑吗？哎呀，试试。
快点，快点！还惹什么事了吗？就是喝了点酒了。别着急，快，快。 哎，耿部，对面有辆三轮车，在哪儿啊？接队过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哎，师傅，快！警察同志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快点，加把劲儿！哎，到了，急着，行行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走走走走，耿部放手。我不，林爷爷，非常感谢。哎，司令。 我这个朋友啊，他好人吗？谢谢。我们要我去拿吗？这是我的地址，你把他送到这儿去，好吗？好，先生干。啊，好，好，哎，等等，好，OK，OK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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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我还是管我们家的老七呢，什么时候生了？现在都是离异了，你看，我又盼着，只能生一个孩子。你呢？你呀，都有三个了，还想要啥？第四个？其实呀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老妈带着那玩意儿，不行了，医生说她身体不行。那你就买避孕套嘛。老妈也这么说呀。嗯，其实我这次来就是为这事儿。啊，买了。我想先去问问老妈。 你大老远的跑百里去问喇嘛怎么用避孕套？<笑>喇嘛说我呀，彭彭，太野了，应该看看电视。对，我想买一台。哎，你是怎么办的？嗯，你用那玩意儿吗？当然了，我每次都用啊。肯定。<笑>你就想象一下，你的靴子里揣满了水，那个滋味儿。<笑>我还是先去问问喇嘛吧。